他跟妈妈沟通，生意也没有做得很特别的好，为什么还要再重新开始？那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月的这样一个努力，哇，我觉得是只有我会成长，但我没有想到自己的妈妈是陪同我一起在节目组这一个过程中一起积极努力的。这次的转型我会打包。那么至于那两分呢，我是希望他们继续把这份工作付出积极的去做好这份事。顺中呢是八分，因为我看到从开始很纠结到最后呢，他自己也不断的去做很多交代他做的事情，然后他也有给我看，我看哇真的很用心在做，然后做的过程中他也有挑战，可是他一直用正面的心态去突破，这是我自己的很多人要自强不息，要把自己的自己更好，把自己的内在的一个成长去做得更好，更有趣，这可以是更多的人才来相信的机会。